这笑啥呢？大妹子进屋都这么长时间，你咋不知道给她沏杯好茶呢？啊，你看我忘了，你俩坐，你俩坐，我沏茶去啊。不用，一定要沏最好的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大妹子，请坐。大哥，你也坐。哎。大妹子，你挺好的呗？大哥，我挺好的。大哥，你不也挺好的吗？我挺好的。大妹子，你真的挺好的呗？大哥，我真的挺好。大哥，你除了问我挺好的，还能问点别的问题不？能。大妹子，你确实挺好的呗？我确实挺好的。大哥，我看你也挺好的。我不好，我特别不好，这几天的脖子咔咔直响，脑袋还迷糊，你说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哎呀，那你是颈椎有毛病啊，我给你开点偏方，你再找个按摩师给你按摩按摩。哦，那你这样行不行？你呢，给我按吧按吧，完实在不行我给你俩钱也可以。哎呀妈呀，看你说的，老米大嫂跟你是亲家，咱们当年又是一个工厂的工友，哎呀，那提钱那不是外头了吗？那啥，来啊，我给你按一按，你坐下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好。咋坐地下了呢？坐这儿。我哪知道你又挪了。哎呀我的天，哎呀，哎呦你这颈椎真有毛病。哎，是吧？茶来了茶来了，快，哎呀，喝茶。嚯，哎呀，哎哎，好，哎哎，哦，哎呀，我的亲家，我的哥，哎，你厉害嘞，我就沏杯茶功夫，你俩就这程度了。老米大嫂啊，啊，你亲家这颈椎真不好，要不能不孕不育，不是，要不能迷糊吗？啊，这是脑。